即时量测一切正常，要是出现异常，上转云端。白护理长打电话来给这个老人家。卫生单位护理人员立刻致电关心，这是南投县在县内偏乡新设置的远距智慧照护设备，小小一箱可测得体温、血压、血氧等五大健康指数。这个量测的数据，在我们的卫生所，得到这个数据以后，就会去了解是哪个长辈，他住在哪个地方，他需要咨询关怀，甚至长辈如果能够用手机的话，有视讯电脑设备的话，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远距的看诊。目前20箱设备已用在全县8处偏乡，短短不到一个月测量443人，超过4000人次，关怀件数也有911件。下一步就是远距医疗上线，再搭配最早执行的视讯卫教，完整补强偏乡医疗不足的问题。不只是路途遥远，而且我们因为山区、森林区多，所以道路崎岖、坡度高、狭窄，而且崩塌很多，稍微下一点雨，路就断了。用网路取代马路，解决路途遥远。早期发现偏向居民健康问题，及早就医，也让医疗照护零距离。八大新闻马赛卢志行南投采访报道。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小铃铛哦。